当师弟不甘去当一名小工啊。嗯，是不是还能吗？有我看你是要我铁砖吧，你就把你心火开开，看你能不能滚。师兄，我都快说你哪个了，是我不对，我会我会，你看什么时候才能上我铁砖的？再说一年呢，我都学一年半了，我还不知道我会啊。是的，其实有些时候也不全是靠师傅去教的，得靠自己去学。就比如说，师傅现在出去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趁师傅出去这个功夫啊，自己上手去尝试一下？时间长了，自然就学会了。你师傅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，虽然现在还是不会，但是该学的都学会了。师傅注意，师兄，我们可以去专门的现场搞的。是的，那个话好，师兄帮你签，我连铁砖了，你连铁砖，咱们师兄弟共同进步。好。所以你是把工开除，叫你后面搞什么瓜？那我给你事情都学哈，是吧？来，你找兄弟打好了。你看我昨天去了抢粉那边。好。你给你事情继续后面。是的呀，其实咱们跟着师傅学手艺，也不要太执着于铁砖了。你把师傅这个粉墙砌墙学精了，出去啊，在专业界也算得上一名响当当的人物了。我师傅天天活会，学会有什么用啊？那你不能小瞧活会啊，哪个瓦工师傅不需要帮他活会啊？你把活会学精了，出去不是一般的小工了。那什么小工啊？资深小工。那还不是小工啊？我不管，我要粉墙，你给我滚蛋！你们两点不离开工考分呢？啊！师兄，我来给你洗个。师兄，你看我，你回去了把那粉墙砌上，再教我一遍呢。好。师兄，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我要退而求其次，放弃铁砖，专门学习粉墙砌墙，成为一名叱咤专业界的女技工师傅。你叱咤，我活会。师兄，我今天心情好，我来给你开车。不，我有小工，怎么能让一个以后有可能叱咤专业界的女工师傅给我当师匠？我不配。师兄，用我资金还分什么计划？等我混好了，一定不会忘记你的。我来开车。手腕单平，手臂用力，用力，用力，用力！哎呦我的妈！叫你后面你要是打手上呢？你又不爱想上水和什么的，我把你跪在水。是的，师兄也知道你想快点学会，但是装修得多看再上手。没事啊，半年一晃就过去了，好好回一个，到时候师兄再好好教你粉墙了。